成土色的那种毛了，太脏了，拉出来给拿那个湿布给它擦一下。绳子了，不是让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让着你呢，知道吗？啊，用那个毛巾。料不错了，干啥呀？他俩一样长，那个根本就不妨碍他事儿。这么吧，来。行了吧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把大链给你解开啊，让你拽着大链子在这里边跑，这一下肯定当不着你了。先擦脸，先擦脸，给我们闪电擦擦脸，洗洗脸儿，行不行？哎，立马这颜色就变过来了啊，变黑了，纯黑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土色了，这颜色是不是又乌黑锃亮了？闪电，闪电。对，这大体格子。
一下，擦一下。大家说你太脏了。你看累的那帮狗啊，不说你累，不说你俩累，那帮狗更累。站起来，活动活动。站起来。擦好了没？洗一下。洗一下再擦。你看，变回乌黑亮丽了那种毛了吧？哎呀，这是有水管啊，是真方便啊！看这脸白没？脸白了没？看看让人家。你先放下，先放下。给我，你别动，别晃来，喂。哎，行了。哎，别管他们叫，不管。看闪电，你出来之后，看那看那缠的，你出来全场沸腾。这是闪电比较爱吃的一些东西啊，罐头、鸡肝，你知道这一袋是啥吗？这袋是鳄鱼干。这袋啊？啊。哎呦我靠，我都没吃过。你看，你看这家伙。你还吃鳄鱼，长能耐了是不是？啊？哎。先吃点零食，一会儿晚上再吃饭。这样就容易。在盆里吃了不容易颠出去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零食来吧，反正不经常让他吃，然后好几天了才让他吃一次。来吧，坐，坐，你看他都不会，吃的可香了。看这家了没？给他擦个身上的土啊，费半天劲，把我拽的嚷嚷嚷嚷来回跑。再一个，这刚擦完，又趴土上了。但他一点一点也不知道干净啊。他吃这个带咸味的东西，吃的挺香的。嗯，对。但是你看啊，为啥给他加点水呢？就是怕他。太咸，嗯，来点水。实际这种呢都是低盐的，宠物吃的都是低盐。嗯，那也得给它注意点，多喝点水啊。你看看，把它们馋的，你看听听这声音。它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加。啊、哦。嗯。这不就是闪电给它出来擦它身上吗？咱家老铁老说，下回让闪电出来的时候给它擦一下，它身上全是土。那么这两天咱忙嘛，今天稍微的有点时间了。你好好吃，看看那个土。呀呀呀，这个不是肉块啊，这个罐头肉馅儿。对你没看。嗯。哎呀，吃饱。看能到嘴上、鼻子上。咦呀。上哪去？不吹。这尾巴能甩吗？咦呀，看那大头。是不是？打脸呢，想啪啪打脸。吃饱了咱就回去了啊，不在外边，你看他们一直在这叫，行不行？过来，过来，来来，摘了摘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，哎呀妈呀，不容易，也给闪电那个啥的话，真的不容易。哎，你看没？你要是动的话，我就不给你摘了啊。走吧，回屋了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
哎呀妈！快来呀！快拿出来！还没玩够。走吧，走吧。还回笼子了，回笼子了。